周六就要投票了，台中交通局预估返乡投票车流增加，国一丰原到大雅路段容易塞车，建议改走台74线衔接国道4号，也将针对国道主线与地方道路车流适时调整号制，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，顺利投下神圣一票。准备好投下神圣的一票了吗？总统立委大选就在这个周六，准备返乡的民众可要避开容易塞车路段，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。投票日当天，交通局预估旅外工作求学的民众将南来北往返乡投票。国一丰原至大雅路段容易塞车，建议改走台74线衔接国道4号，避开易拥塞路段。也将针对往国道交流道的市区道路车流状况，包含五权西路、中清路以及台湾大道，适时的调整号制时制。那因应投票日当天的车潮涌现，那在国道一号丰原到大雅路段呢，会有经常性的塞车，那建议改走台74线衔接国道4号来避开涌塞的路段，也可以善用本局的台中交通网 APP 来掌握台中的公车动态资讯，还有一些商圈景点的周边的停车场资讯。高速公路也将视车流的情况实施机动开放路肩，并在1月12号12点到1月13号的24点国道全线暂停施工以及例行的养护作业。1月13号选举日投票日的当天，台中市路边的汽车及机车的停车收费格，还有路外的由巡场员开单的这些平面停车场都暂停收费一天。大众运输在高铁的部分呢，有加开95个班次，台铁的部分也有加开83个班次。那国道客运呢，它会适时的加开班次，因应人潮的状况。交通局鼓励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不但可享转乘优惠，也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，顺利投下手中神圣的一票。